雄市政府杨明忠副市长，经济部工业局吕振华局长，音乐局长早上另有会议，玉慧市长，许志杰立法委员，邱志伟立法委员，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林秋峰执行长，东台新机股份有限公司严瑞雄董事长，燕霄校友会史群宏总会长，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陈崇光执行长，嘉南药理大学陈明田校长，圣约翰科技大学艾和昌校长，辅英科技大学张可义副校长，长为我们致辞，欢迎东校长。杨社长、杨副社长，我们邱立伟啊，就在这个精密机械一直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传统产业，也是占领我们出国产业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业界里面，经常会遇到这个技术人才的短缺，甚至在有一些部分调校方面，或者是在这些装检故障排除方面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经常要请一些专家学者，甚至于到国外去聘请专家了，那这个对企业的一个产值的一个损失，以及在支那个成本的支出方面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在教育部大力的一个支持之下，他给我们5150万来设立这个我们工具机的切削技术人才的一个培训。那培训出来的这个精英呢，主要的就是来作为产业所用。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设备呢，包括软立体方面呢，都是全国最好的，而且甚至有多项的设备是唯一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培训之下呢，我相信产生出来的我们这些人才呢，一定是可以来业界所使用。那这边特别再次感谢我们教育部的一个大力支持，还有我们台评会的我们培委员的一个指导，他们非常细心的给我们很多的意见的改进跟指导，以及我们来自我们伙伴学校以及产业界的大力支持，相信我们可以培育出师傅级的这种高阶黄金人才的这个技术人才，来为业界所用，共创双赢。好，所以说我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谢谢。感谢副校长。观众有点遥远，是的，我们有各位群局长，我们郑秋校长总会的史总会长，还有我们教育部经理司杨司长，我们最关心我们高雄地区的地方委员许志杰许委员，还有东台经济严董事长，今天在场荣幸。教育部这个，刚才我们董校长都已经说了，我们教育部就是给我们郑秋科大5000多万的经费，希望呢，我们在这边，在南部能够有一个产业经营的训练示范基地。那么我们有系统的去找哪一些学校，在产业人才的培育方面已经很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一些学校，那我们教育部呢给这个经费比较集中的啊，来这个成立这样的一个产业经营的示范基地。那我们要的这个寻找的方向呢，主要就是我们总统希望我们对准我们国家的这个目前的新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啊。那我们知道这个5+2的产业里面有一个智慧机械啊这个部分啊，我们希望说，当我们国家在主要在发展这个智慧机械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大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才的训练基地，能够为我们国家在智慧机械这边培养这个更多优秀的人才。那我们谢谢刚才我们成功大学有一位教授哈，也谢谢也来参加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开幕啊。我们请了这个几位最优秀的这个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专家，
来帮我们去做辅导。不知道各位可能产业界都知道，那我们学界可能也都知道，郑州科技大学在工具机方面呢，在这个领域呢，尤其是切削机这个部分呢，过去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为我们产业已经培养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人才。我刚才跳舞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啊，女同学已经不在了。刚才这个跳舞不小心掉下来，我很担心，因为她掉下来，她就掉到我的面前了。看到她这个头晕晕的，一下子没办法回到这个原来的节奏啊，我很担心。可是你看，她马上就这个接着下去，就跟着这样去表演啊。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我们郑州科大真的对学生的训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很好的这个传统的很好的这个制度哈、啊，一般的同学这样跌下来可能就先到旁边休息了，所以我要跟各位说的，就从这个小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我们郑州科大他对学在人才的培育方面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很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教育部用比较集中的经费。让他能够为这个产业培养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人才，就像董校长刚才所说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尤其希望说能够培养师傅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人才。那在智慧机械的这个部分，我们重点的投资了几个学校，希望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智慧机械这边能够培养这个优秀的人才。那么在南部地区，应该就是郑州科技大学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这个人才的培育基地，那也谢谢今天这么多的产学界的产官学界的这个各位好伙伴能够来协助我们这个郑州科大，也协助我们教育部在这个人才培育方面呢，能够为我们这个郑州科大教育部呢，在这个方面配合国家的这个人才培育，能够有更大的这个进步。那么我们也期待。除了有好的这个设备之外，我们接着下去教育部呢也会责成我们的督导的团队呢，来一起和郑州科大一起来设计更多优质的人才培育的计划。那么希望这个设备呢，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来自人民的纳税钱，我们一定要善用这个人民的纳税钱，让这个经费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我也相信，郑州科大在龚校长带领之下，在龚校长带领的这么多的优秀的同仁，我相信呢，在这个我们教育部很期待的这个智慧机械的人才培育，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为我们产业能够培养更多优质的这个具有实用技术人才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这个人才。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计划最希望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呢，我也这个呼吁，今天呢，我们这么多来自产业界的朋友们，郑州科大它是一个优质的学校，那么有了这样的好的这个设备，如果你们需要这个智慧机械相关的人才，就来跟这个郑州科大来预定。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为你们产业所需要的人才能够培养最优质、最适用的这个人才。那我们局长也在这里哈、哦，这个基地呢，除了可以培养人才之外，也可以去精进这个更多的这个产业的技术。如果工业局有需要一些希望有一些这个研究的团队来精进我们在工具机。智慧机械相关的这个技术哈，我相信我们郑州科大的老师所组成的这个团队也能够来为我们产业利用这个基地啊，能够来更深化这个相关的这些技术啊，所以不管是这个产学的研发，不管是人才的培育，我们都希望这个基地呢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我想精密机械一直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教育部该有的这个基地，谢谢大家。感谢优质的饶次长来到优质的郑州科技大学，为我们优质的郑州大学说话。大家长，我们龚校长，以及谢谢，我今天非常的荣幸，应我们郑州科大的邀请来参加今天。这一场我们刚刚
我们的许志杰委员所说的是一个公爵级这个士官级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那刚刚听到我们龚校长以及我们的姚次长有提到，我们征修的这些设备都是全国最好的设备。那么在教育部里面对这个计划，也投入了5150万。但是听一听，那么我们身为地方政府，那求龙我做一些力看看。啊，我在台下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啊也跟着我一起来参加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局的同仁，对于这个 CNC， 我们这一个应用技术，在这个征修工专能够设立这一个示范基地的这个计划，啊，一定站在市政府的立场，一定要全力来协助，啊，全力协助我们的产业。跟我们的这一个产官学啊一起来合作。那我们知道，征修工专今天我们征修科大今天能够获得教育部前瞻计划的这个补助，那么一定有它非常优秀的地方。那么征修科大在过去连续12年荣获教育部教学卓越计划，那么呢在教育部的高教深耕计划里面，那么荣获的补助也是全国技专院校第7名。那么在远见杂志2018，也就是今年这一个调查里面，我们征修科大更荣获技专院校里面的第5名。那么前5名里面就有3所的国立科大，那么在我们私立科大里面，我们征修科大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征修科大在我们龚校长以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一起努力之下，我们今天我们才有这么得来不易的成果。那我们希望这一个刚刚我们次长所提到5+2的这个产业，看起来虽然是以台中是一个比较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我们不会也在金属产业的产值方面，在高雄市就占了全国金属产业产值的30%以上。我们的工机机器零组件工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我们的严理事长，也是我们东台经济我们的董事长，就在我们高雄。所以可以想见，在智慧机器在高雄对于整个台湾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高雄绝对不能缺席，中央也不能忽略高雄。我们希望产官学界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今天我们征修科大那个跑第一棒，我们希望后面还有第2棒第3棒，那征修科大一定可以带我们成为南台湾的领头羊，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训练最好的种子教师，训练最好的我们的技术人才，这个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找到未来，让我们的产业能够找到人才，这个是高雄市政府最大的期许。那么在这里呢，祝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揭幕仪式，还有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一个启用典礼顺利圆满，现场的各位与贵宾，大家平安喜乐，身体健康，多谢大恩，谢谢。谢谢杨博士局李振华李局长上台致辞。高雄市政府今天非常高兴代表部长来参加我们今天呢，在教育部的产业精英的训练示范基地。尤其是在征修这边的 CNC 工具机的切削技术优质人力培育计划里头呢，其实是总教导的哈，另外不管次长，不管副市长，还有我们校长，其实在大家这样的带领之下，我们推动智慧机械又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示范基地。尤其我们在人力的培养上面哈，教育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杨副市长特别提到，政修呢在各方面的表现，
高调生根，在机职等等都能够名列前茅，能够在我们高雄这边，在这里恳请你看，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示范基地，我想呢，这个是教育部呢，得用电脑建的哈，电脑建个起来，不是建出来哈，所以打开新闻看，龚校长跟他的团队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恭喜他们哈，欢迎龚校长。进一步在推动智慧机械产业发展当中呢，其实因为这个我们为了推动五加二的产业创新哈，在智慧机械就是几乎都是由之前省部长担任次长的时候，两个礼拜，有时候在台北开，有时候到各个地方去开。好，那这个智慧机械的推动里头，大家对于人力的培育真的是殷殷期盼哈。那同时呢，我们其实过去也有推了一些人力的扎根，还有最近在这个证照的部分，我们有 iPass 的计划，正修去保护呢，马龙水洗搞完上大的机器哈，其实也要正入市场的北科大一些哈 ，iPass 的保护特别要求他的学生要特别一定都要去考这些证照哈，啊，我想这样能够北部、南部、中部。不断的有新的血轮加入我们的产业 ，IUP 单东台为例，跟正修即将的合作的深度哈，发现这些在中国产业界的部分，以及我们回去在推动产业的时候，啊，一定会跟产业界多多介绍，好，那为正修科大毕业即将的东西品质保证哈，尤其在这家示范基地，在CNC工具机的切削技术上面，能够一点一滴把这个基础技术一点一滴的把它。训练出来啊，那对于我们产业的升级转型啊，这个是国家长久发展在这个机械产业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哈。那最后也要祝福我们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自然基地的一个训练之后的学生呢，不断的投入我们产业之中。祝大家，谢谢。来自我们伙伴学校，谢谢刚刚产业界的大力支持。我在相信我们可以培育出26年前。离开我们汉翔公司了，我在汉翔协会训练是一个车床、铣床跟模床的城市，所以我换了先进工具机，哎，感觉比较轻松。好，那当然，我想我们未来最重要的哈，真的是重振技职雄风，然后再创高峰。好，所以呢，姚立德市长在当那个。台北科大校长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过，以前咱听到高雄钢砖，听到台北钢砖，听到海砖，听到金属钢砖，那个感觉，大家拢是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呢，北科大跟高院大现在变成高科大了，这个技术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加强一些。所以我等下。能够有一个国民党几时代的教育部部长，我都一直要求他要办技职奥斯卡，将来在技职产学合作方面表现特别好的教授，或者是表现特别好的公司，我们国家应该要设立一个比较大的奖来颁奖，就跟我们在看电影看到金马奖，看到金钟奖、金曲奖，那我们国家。教育部也一直在办学术奖，但是呢，我们技职方面要特别的奖，这个我就觉得很缺乏。所以从国民党时代或者一连要求要办技职奥斯卡，好，那当然就是现在从潘文忠部长到我们的吴茂坤部长，到我们的姚立德部长，到现在的叶俊龙部长，好，那我们也一直就是这个事情可以完成。好，所以在今年我们会先办第一次的技职奥斯卡，产学合作大师的颁奖，国家产学大师的颁奖典礼。那未来我们希望说从产技职。奥斯卡再变成产学奥斯卡，好，所以包括我们工业局理事长这边，包括我们沈荣金部长，以前在这市长、局长，包括这中部办公室中，中部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一直让我怎么样，好，你就会找回档啊。好，那我们一直希望说产学合作一起来加强。好，所以呢，也谢谢我们姚市长跟杨市长，好，这个部分能够继续来推动。那么还感谢咱龚校长啦，其实吼，很多学生啊，我看到嘛，总感觉我问，这是对一个好学生。
啊，校长工作咱家己的学生啦，啊，因为我在正修也教了13年，啊，所以那个要跟副总队长报告一下，本来哈，讲正修校友会讲我袂使参加，我讲啊，人学校读五档啊，当参加我教13档啊，都是正修校友会活动，我应该会参加啦。啊，所以哈，也谢谢各位哈，啊，接着下去就跟着表演。二一，请先来。我们智秀科大，他对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示范基地的参观时间。各位贵宾，如果您的名牌上面是 A 组的贵宾。